投资者欢迎收听财经号角，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市场在最近美国股市科技股财报公布之后，为什么多数感觉是不买账？至少就目前我们在录影时间所公布的五大财报当中啊，是五好三坏。像是 Google， 即便这一次整体 EPS 是高于市场预期的，但是在部分云端收入部门的部分不如市场预期，股价就直接走跌了。像是脸书，整体股价过去涨幅也高达100%了 ，EPS 成长幅度也是非常惊人。但是，一样市场给予相对悲观的角色来进行论调，更不用讲特斯拉，因为实质财报真的不好，股价重挫的事实了。在五大财报当中，目前公布相对表现比较亮丽的，一只是微软，一只是 Amazon， 而本周会陆续公布的财报，像是苹果以及未来11月份所公布的辉达财报。那美国股市这一次的财报真的表现如此差劲吗？我们要怎么理解当前美国股市估值有可能发生均值回调的现象？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VIX 指数的变化。其实从恐慌指数来看，目前的恐慌情绪其实还不如在3月份当时银行危机所爆发时来到30以上来的恐慌。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标普500指数目前站上200日移动平均线，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年线的加速，甚至连40%都不到，所以股价跌幅其实算是蛮重的。在过去一周啊，除了 Microsoft 微软涨幅相对亮丽之外，像是苹果、Google 和辉达、特斯拉等等，跌幅都是非常凶的。在这种状态底下，我们要怎么理解当前的状态呢？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成第一波的获利了结卖压开始出现。首先，如果市场上当前所进行的获利了结，它是来自于全面性的避险对赌。经济的严重衰退即将来袭的话，那么应该要伴随着恐慌指数的高速上扬。而目前股市在下跌，甚至大家都陆续跌破年线，但是并没有采取极度去做空美国股市的情绪，就说明第一波在美国股市从10月份以来的涨幅，第一波显著的获利了结开始有所出现，中期回调正式开始。那我们要怎么衡量美国股市这一波的中期回档到什么时机点才会有一个相对显著的支撑效果开始出现呢？那就要看一下市场什么时候开始愿意把手上的美元重新去进行资产价格的收购，也就是看待美元指数何时它的避险情绪开始有所退现，何时我们看到美元的推升效果开始有所暂缓，大家比较没那么愿意去持有美元了。我们来从图表做观察，会发现这张图表蓝色线是美元指数的变化，走势越高就代表着越强势。那么黑色线呢是 MSCI 全球股票市场的变动。我们看得出来，在去年10月份，当时全球股市来到谷底，而美元指数也来到高点。而这一波，在今年6月份，美元指数来到低点，当 MSCI 股票指数来到高点之后你就看得很清楚，整个股市的中期修正段正式展开，而美元的升值段也正式的拉抬。所以下一波我们可以预估，当市场对于美元避险情绪的偏好，对于美元的持有开始有所退却，开始转向持有股票，或者说美元指数见顶的时刻，应该就是股票市场短期内中期回档的修正满足点。那当然，市场现在目前比较担心的讯息，第一还是属于高通膨以及联准会的紧缩政策，再来是属于地缘政治以及全球衰退的问题。不过就目前的状态来看，市场的担心因为主要集中在高通膨和联准会的鹰派政策，它也恰恰印证了经济复苏的强劲目前来看是没有改变的。包括美国3季度整体 GDP 的季增幅还是来到 4.8% 以上，这就足以说明市场对于通膨和联准会紧缩政策的担忧，其实某种程度是担忧经济太好，经济太好才需要持续的紧缩政策来抗通膨嘛。所以呢，这一波第一波的中期回调已经开始有所出现。可是你会仔细观察，为什么回调幅度看起来从指数层面回调幅度看起来蛮大的呢？因为过去美国股市的估值就是由那几只科技全职股所推动的，所以光是这几家财报的变动就足以影响到整个美国股市指数的变化了。我们具体观察一下数据，从绿色区块来看，是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7只全职股，包括像是微软、Google、苹果、Amazon、特斯拉、辉达这一些脸书相关的全职股，平均涨幅在今年是高达4.5%，接近50%。那么，如果把这7只股票进行剔除，剩下的493只标普500指数当中的成分股，涨幅仅仅最高才到7%而已。换句话说，光是这几只科技全职股的不好，基本上就足以带动整体指数快速向下挫，因为涨势都集中在这七只股票身上嘛。但是你要说这7只股票上涨是完全无道理吗？
并不是这么说的。这七只股票每一只财报公布出来 ，EPS 多数都在显著的上行阶段，也就代表他们赚的钱真的是越来越多。我们从第三季标普500指数500家公司当中，前五家科技股的 EPS 增长率是高达3×4啊！哦，这么亮丽的表现，基本上就说明过去市场对它的估值膨胀，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并不是无条件的泡沫。我们从最近公布的几家财报来看，比如说阿法贝、Google 母公司，在年增幅营收增长率部分，最低最低也不过来到2022年年底，当时大概是1%，最近已经重新成长到11%。那也就是说，它这一波几乎是完全没有进入到任何获利负增长或者营收年减负增长的一个阶段，它甚至是标准的软着陆。那其他像是微软的部分也是一样，年增长最低来到2%，最近已经飙升到1×2左右。所以整个三季度来看，标普500指数虽然还有可能在 EPS 层面还是有所年增率负报酬，但是主要还是由传产股来进行拖累。基本上在今年四季度左右，获利的推升速度就会有所增长。好，那但是呢，这有代表第四季 GDP 会大增吗？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些区别。因为美国的 GDP 有，第一，通常我们看的是季增幅，也就是本季度跟上一季度的比较。第二点呢，美国的 GDP 有60%-70%都是来自于美国的消费，而并不是来自于美国的投资和库存变动，所以的确有可能出现财报大好、经济大坏的现象。而三季度刚刚好是财报是由亏转盈，大多数，然后科技股的部分是持续向好，但是呢，第三季刚好又出现了特殊消费现象，导致了美国三季度 GDP 的季增幅是高达 4.8%， 所以四季度按照季增幅，积极效果一下就会掉下来。好，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很有可能即便第四季财报大好，第一它权重太低，它拉不起整个经济；第二第四季有积极效果问题，它容易把第三季推高的基期看待第四季就容易下滑。所以如果我们具体观察美国的 GDP 预估路线，反而在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有可能是最为疲惫的时间。我们做个宏观的分析好了，基本上就目前来看，美国的 GDP 从联准会 FOMC 的预测图，本来6月份预估今年是成长1%，预估今年有可能成长到2.1%，翻了一倍。2024年也调涨了经济成长的预期，从1.1%上调到1.5%，也就是基本上市场的担忧都来自于经济太好。那这种状态底下，即便你看到失业率从4.1%下滑到3.8%，明年从4.5%下滑到4.1%，都佐证了这样的现象，足以说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基本上市场上最大的风险仍然不来自于严峻的经济衰退。你出现经济衰退，很有可能只是过去两个季度经济推高之后不小心下滑所造成的技术性衰退，但它不是真衰退。真衰退必须伴随着大规模失业人口，而这个现象就目前来看是难以发生的。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市场上最大的风险还是通膨的风险。而如果通膨的风险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由供应链因子，已经不是由中东因子所推动，而是市场的需求水推动，那它还是一个问题吗？我们不讨厌通膨，我们讨厌的是供给型通膨。当需求越好，需求越多，经济越好所造成的通膨，大家其实是乐于接受的，只要工资有跟着涨上来。所以基本上我个人会认为，目前美国迎来美国股市在本轮大幅弹升之后的第一轮中期回档开始出现，而这波的中期回档，市场必须把过去估值过度调高的财报这些五大科技股进行适度的均值回调，但是只要它的 EPS 还在向上，股价持续走跌，那你只会发现，哎，甜蜜点、投资点是不是又慢慢出现了呢？提供投资朋友多做些参考留意。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下一期财经号角再相见，拜拜。